那这个，你这里有一些题目哈，无穷级数，常数之级数，等比级数、超过级数、自然常，哦，你这个级数是一 P 级数的发展好少两个连载性啊什么的。代表资本的常数就连载性判定法、比较判别法、常数项级数，小正项级数的判别法、正项级数的比较判别法，要判别一般用什么呢？就是几何级数、调和级数、P 级数和 E 和为 E 的阶乘级数，和为 E 的阶乘级数，不显然收敛，这个收敛不难证，这样只算 E 不太好求哈。哦，对，没不等式解和极限形式，比值根值判别法，通项的话，阶乘也好了比值判别法，n 次方向考虑阶乘也好，则极限值相等，但比值判别法极限不存在是根值判别法，比值判法极限存在，根值法一定存在并相等，但根值法定存在比值法不一定存在，根值特别有意思，不确定，交错级数。两位数判别法，一般变号级数，绝对收敛，绝对收敛，条件收敛，以及真的要直接判断一个级数，对的绝对值发散，你发散一般就会确定。用比值根值判别法，直接判断一个级数对应的绝对值级数发散，那就一定发散，因为它一般相不趋于零。一定发散，一般要不趋于零，绝对收敛级数。和加法加号另外乘法分配率。它这个其实，那个就是这样结论啊，几何级数、自然常数、P 级数，这个套娃结构，算术平均值、极限理论。这个理论是挺有意思的，算术平均值的极限理论。这边还有一些题目，这个算术平均这里讲这个，如果 a n 趋于 a，一般相趋于 a 的话，那么这个。一加 n 这个算术平均值的这个极限，算术平均值的极限，n 趋于 a 可以推出一到 a 加 n 乘除以 n 这个极限呢也是 a。还有乘商乘上有这样结论，就是 a 一乘到 n 这几何平均数有这样的极限的这个结论，几何平均数有相关的极限结论。这个，对。无穷级数啊，这我看前面的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这就不叫做那样了。这个关系图，三重，这是关系图，就是这个曲面积分对坐标对面积。哎，互相那个表，然后就那个啥，感应法、截面法、求坐标、助坐标，并将这些不同的区域，二种计算方式积分的话，有不同的方式区域方式去做，因为二种线的函数值差，曲线积分，积分路径无关，积分与路径无关，定积分。任何的与曲面同向的单位发向量，与曲线同向的单位切向量，嗯，这边它这边等积分，因为导数是那个。
同时面积分。可以啊，这个，对啊，前面都可以去读一下的，这个，是不是读一下这个？用户的积分的话呢是，那互相的什么曲线积分？然后这是 S 对这个导数的这个，不是，这就像导下来的那么一个，我操！但是今天直接平面曲线的进行，就是讲带空间曲线，或者是讲对 T。那这参数方面有要，这个的话，你最终方加入一撇的平方 ，theta。就空间曲线的进行就是这样的。那你可以是认为某个都 theta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它这个对弧长的这个曲线积分呢，物理应用呢，建模。就这个对弧长的曲线积分一般计算的这个背积函数定义的基本曲线上，然后去可借助定义在这个曲线上，这曲线方程是知道的，借助描述积分曲线的等式简化。二、考察积分曲线的对称性，借助偶背积零，每小时的前后顺序都可以对称。先写出积分曲线的参数方程，并写出相应的参变量的解决方案。那这个，然后就换过参数方程，然后用参数方程呢进行这样相应的积分。那我们还有什么呢？相互微分写成参变量的微分表达式，这个 ds 这个二是这样的 ，ds 呢是这个。那 rho x 等于 rho 口袋里的 y 等于 rho 三对下的这样一个内容。那 ds 这个参数方程，参数方程就是。就是 ds 等于根号下 rho 方加 rho 一撇的平方对 theta， 这个就是很自然，这么重要，这是微分，还有几步，可以没这么化简，然后是，你可以加坐标，然后及这个几坐标 rho 方加 rho 一撇的平方，这个很简单，就是之前的物理里面就见过这样的。那积分曲线为平面曲线，这方曲线厉害，这也是可以换了一个参数，就是用一个参数之后，就也是换为这样的方式。那这个方向的一致性啊。轮化对称性为反轮化对称性，偶零积倍，这个比较，它流动坐标不是，这个比较奇怪，这个比较奇怪，这参数，然后就是把它。弄成这样的东西，这也可以直接写成这样的吧 ，T 提出来，然后这样的表示，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知道说，分段处理，也不论是给弧长的这些坐标曲线描述积分曲线等式，可以直接代入背积函数损耗或简化背积函数。这就是曲线，这个曲线上就可以，或者说三维的曲面上就可以。如果要体积分那种，这是不行。都二维的这个面积分就没有这样的简化的关系。但将曲线的切向量转化为单位向量 ，T 呢转化为单位向量，两类曲线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投影的关系的，相当于是这样。这是乘除一下，一下子。就是到这个，然后到这个，那这个呢？这个 r 撇 t 的这个是一个矢量，它就可以把这个矢量表量化呀，就是让变成 ds 了。ds 之后这两个就点击乘进去，就点成一个这个，还有点成这样的一个 t， 就点那个单位矢量，得到这样的关系。单位切向量，
还有积分曲线长项的曲线下接下来，长项的曲线代表接下来，有积分曲线 L 同项的曲线代表接下来，还有积分曲线 top 同项的那切向量，对，推测法曲线一般的应用含量、流量。通过 L 的流量，这就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负号的关系。流量下面多少曲线积分？流量它就有一个负号的关系。还是比较完整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关系。左手法则判断为正方向去正，或者去负。左手法则当沿着边界曲线正方向行走时，边界区域不行，就是法则。会发现发现分在这两维，那曲线的切线量是不是方向是？看一下，这曲线的方向量、曲线的方向量，行正号时，方向量和曲线量顺序是不是啊？是逆时针旋转90度得到。这个流量呢，和二维三的定律是比较类似的。